Hello，大家好。这期的视频给大家录下 FIFA 还在21。继续盘带，他的视野很开阔。我现在的设置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横是传高直接特就打效，到禁区，门将进到了自己的好球场。悬！这个球门球发到了对方脚下，球门有危险了，被门将扑出去了。不过球还在场上。我操！啊，解围了，解围了！就这样把球权交给了对方。漂亮！哎，领先的好机会，球被门将哎，拒之门外。好队友球，担好心的球，角球角啊！球！就是他刚一上场的时候，刚开场，然后就是给一个那个全场特写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帧数会很低，帧数大概只有几帧，但是开场之后的话，帧数能保证在60帧，洛杉矶银河得满到了跑。球权，然后动作特写的话是防大守概员是上三来十把球帧断左了，右，可以传中，传，寻找机会了，球耶，被扑出去了，不过哎，警报还没有解除。我是不太会玩这个游戏，我其实什么游戏都不太会可惜，玩，机给大会家，出现了，哎呀，大了，看，他给动作特写的时候大概在三十帧左右，然后全场跑的时候大概是60帧，因为我。为了给这个群友测试，这个游戏还是我自己花钱买的。不过看，现在看了一下效果，觉得保还是斯挺小值托得的。斯，因为 Steam 上没有，托几萨经托周斯，折吧，看看禁区附在近那有没个有烂机橘会。子上漂亮的拦截，买了就这基样础把球版。接走了。好球！这应该两边都是一样的球机会队。唾手可得了，哎。这球被门将化解了，不过对方还有哎机会。呀，臭！你看，给特写的时候也不会卡。我用的是高特效跑的，除了特效是高特效以外，其他都选了，都点满了。就是开场的时候只有几帧，我说的开场就指的是那个守门员啊，队员啊进场，然后有一个类似那种热身的，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。边路有空当，所我以先能再够玩一找会到儿。的空当也更多。比分的平衡很快就哎，打破，不要！高处横梁漂太亮！多了，快到宇宙了。对，快到宇宙了。他这个解说，因为今年是有中文解说，解说的还是不错的，都是专业的解可说员，惜，比2K21好太多了。球还在脚下，还没有找到射门的机会。投！门将及时做出了反应。角球，角球，目角前球！双方胜负未决，看这看这个个角球能射不能门的破门话杆，要怎么打破射场呢？上的平衡我呢？记得我以前场上很不早仅很早比以前分玩已过经交错 PSP 很的久，实在，PSP 的好难以像寻是求点灯补舵。摁住的这话角能球调整点力燃了度，球迷的情绪，看已看经能好久没否玩打这破类的僵游局。戏了。与其秀秀脚哎，法，不如稳稳的把球抱住。这画质是一点问题没有的，非常的稳，而且看了一下当前的那个。因为我开的是这是一中个等反功击的率，机会，中等功率的话是我定在20瓦，得到一但是个我门看到将目线前索。的瓦数的话，应该只要15瓦应该可以搞得定。这样说的话，就是说，如果是15瓦的情况，应该运行2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，可惜，又能用高特效，所以洛说，杉矶 FC 控球攻入前场，球出了底线，球太门将。大了。是这样的，20瓦的话，大概在1个小时15到20分钟左右。然后呢，如果是15瓦的话，可以在2个小时左右。哈维尔·埃尔南德斯，这个也要看你的亮度调节呀。然后他们还没有有的处理好话这就次传球是，了，被对方抢下了。有队友在哎，禁区稍等一接应，下，这这个球进可吧。能帮助他们领先对手哎，了。哎门呀。将脱手了，球还在场上。比赛有点焦灼呀，这个是60帧，你看，死死的，所以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哎，传给我，传给我。小哎，豌豆，哎哎，不错，抢到了球权。我是想看一下那个进球的那个其实庆走祝，边路选看一择下不会不会错，卡。好球！
哎呀！这是打了一个倒三角配合啊，这样防线就被拉开了。这什么鬼啊？球门球。还行，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应该不会卡。哎呀，我都点太快了。我的，走，传，射门，进了，哦耶！看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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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庆祝动画，没有庆祝动画啊、哦，有有有，30帧，30帧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 ，OK OK， 就是给观众的那个。特写的时候会有一点卡，那相信如果降低特效的话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观赏一下这个进球，瓶子的比较水，大家就随便看一下就好了。其实这个游戏并不吃配置，而且你看现在。CPU、GPU 都没有满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设置哈。我先关掉，结束比赛，是的，退掉，直接关掉，强制关，哎，好，强制关掉，重新起一下。我个人玩 2K 玩的比较多一点，像足球游戏的话很少接触，不过今天试了一下，这个临场感还是挺好的。哦，他可能要先退出，给大家看一下设置。其实我点一下极高试一下哈。他就是进游戏太慢了。嗯，因为我开的是中等功率啊，20瓦，我定在20瓦，锁在20瓦。所以说按刚才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没问题，他只是说一进场的那个给观众的那个画面的时候会卡一点，甚至有的时候会零帧，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是优化的问题吧。然后进到，我先开离线哈，你们跟人打的话没意义，就随便选了。经典赛事啊，这个随便选一下，因为这些队我都不认识，我只认识中国队，大家就看凑合看一下，看看热闹。还给我定难度，现在都是30帧，一会儿进去就变成0帧了。你看0帧，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是这样的。然后开了之后呢就好了。诶，我往哪跑呢？啊，开始比赛。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在读取文件，所以说才会卡。你看1帧。哦，现在恢复了。欢迎来到新泽西的红牛球场。啊，你看这个角度的话就。我还是大家熟悉的王涛，坐在我旁边的也还是大家的老朋友，不过还好。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苏指导，美国大联盟的比赛。王涛应该那个在这一块做了好多年了。我想很多球迷都会，你看，就这段时间是不稳的。他好像我估计是在读取。啊，开始吧。就。刚视频好像断掉了，那再开吗？哈文，
曼尼银河前场有进攻机会，哎哎哎哎！裁判示意有利，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就没越位吗？这么好的机会，你看特写的话也能保持在，哦，你看这样就卡了，看回放会卡一点。好在比赛时间还有很多，他们应该还有机会。没错，不过问题不大。整个游玩的过程是都是六十帧满的。戴维斯，现在是我又按错了。我的，走，拿球，走了。打破平局的机会，角球吧。啊、哦，你看看给观众的话，一般都是，估计是他是要先读取一下，然后随即就稳到三十帧。防守队员尝试将球解围出去，可是没有成功，太险了，太险了，全靠后卫啊，头球化险为夷。他这个解说真的比2K21要好太多了。戴维斯，好球。哎呀！哎呀，笨死了！这个应该是追逐吧？哎，这球没有传好，拱手送出了球权。好球！好机会！现在守门员都这么屌的吗？还是我脚大了，追！看我这个水平应该也还行吧？哎，我的，什么鬼呀？球丢了，得到一个界外球。克里斯蒂安·帕文，小豌豆，抢啊，大哥！这球连立柱都没碰到，打得太歪了。球员的特写倒是没有问题的，我觉得是可以玩。对方高位逼抢很坚决，他要快拿不住球了，需要队友回撤支援。阿维尔·南德斯。对方门将肯定没想到他会在那个位置射门，门将还没做好准备。哎，这啊，现在都没问题了，确实很难打。可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要读取一下。好了，由于时间关系的话，今天测试就到这里吧哈，给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。这游戏是完全可以玩的，我的技术太差了啊，就这样吧。